顺吧，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爹，我娘说大水已经顺着山谷下来了，让大家赶快往山上跑。你娘？就是啊，这怎么会发火呢？他怎么知道？你娘呢？你瞎说什么你？胡说！这么大的日头，怎么可能闹大水啊？你娘就知道瞎说，她怎么不来啊？ 对了，今年你给我们送的粮食呢？在哪儿呢？你，哎呀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娘啊，是害怕今年没有粮食给我们，就让你编这么一个瞎话来骗我们大家，是不是？不会的，不许你说我娘坏话。好，我不说，那就算你娘说的是真的。那大水呢？大水在哪儿啊？啊？ 大水马上就要从山谷下来了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笑话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大家都听到了啊！要说这算天算地呀，有谁能算得过咱们老无助啊？咱们老无助都没算出闹洪水，他怎么能算出来呢？不跟你说了，部落里的族人呐，都听着，一个都不许走。 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娘让大家跟着东岳部落神祇走，这是天意。哎，不走！怎么了？那个小灾星把有鱼氏部落的神祇给扛跑了！啊！快！神祇，跟我跑！就是，快追神祇！
再坚持一下，老屋主。娘，顺，娘，顺，娘，慢慢坐下。娘，这是怎么了？顺，姨娘又救了我一次，可这次我怕是熬不过去了。老屋主，你放心吧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等啊，我对。 我对不起你，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。你不恨我呀？我从没有恨过你。你不，老屋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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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娘，起来吃点粥吧。娘，我做的粥好吃吗？好吃，顺做的粥最好吃了。娘，你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娘好多了，放心吧。啊，娘，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娘，你不是平时教导我，不能说谎，要说真话，说实话，不是吗？是，娘是这么说过。但是那天。你宁愿让二娘打我们，骂我们，却不让我揭穿他们的谎话。我们不是灾星，应该让族人知道是二娘他们在撒谎骗人。你要问的就这些，就这些还不够吗？娘，你为什么宁愿忍受这么多的委屈，也不让我去揭穿他们的谎话？孩子，我何尝不想揭穿你二娘的谎话？可是，你不觉得你二娘季好很可怜吗？她可怜？是啊，她刚刚死了爹。要是我把真实的情况跟你爹和族人说了，你爹会跟季好反目成仇，族人们也会离他而去。那他在一天之内就会失去所有的亲人，而且他的儿子还那么小，我不忍心用真话破坏他们现在平静的家。老屋主在临死之前就知道错了，我怎么忍心用真话让一个死去的人感到不安呢？娘，你是全天下最好的娘。